好，我是60后慢生活。我们现在来到新疆伊犁的昭苏啊，昭苏湿地公园啊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是在昨天晚上在这住的车啊，条件还不错，有水有电啊，就是周末的时候人比较多啊。昭苏湿地公园呢，位于新疆伊犁的昭苏县特克斯河啊附近啊。这个地方最有特点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跑马哈，就叫天马浴河，就是这个天马呢在河里啊奔跑啊洗澡啊，这个场景呢是非常壮观的。今天呢我们就进去带大家一览天马浴河啊。是我们现在马上到了就售票处了啊。这个地方的票价是多少呢？成年人40啊，我们这个6岁到65岁呢是半票，65岁以上免票啊。我们正好赶到今年都是60岁啊，所以说给我们免了半票啊。今天是周末啊，所以说呢人比较多。除了买上票以后呢，他需要坐区间车啊，才能去到达我们的目的地，否则你很难看到这个天马浴河的表演。我们下了车以后呢，要爬山顶啊，去看这个湿地公园啊。这山不是很高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山顶啊。这块有个小亭子，看到没有？可以在这乘凉。然后往这边看呢，是一个观景台哈。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观景台啊，这个地方是拍照留影的最好的地方啊。我们现在来看看这里风景怎么样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就是，昭苏特克斯河哈湿地公园，看到没有？面积非常之大啊，非常之大。别掉下去了啊！不会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登了这个山之后呢，哈，再上这个下面去坐这个观光车啊，往回返。去看那个什么呢，叫天马浴河，就是天马在河中跑的那个镜头啊。我们这次先坐的这个山顶呢，是看这个湿地啊，这个地方看景色是非常漂亮的。好，我们湿地公园就给大家看到这里啊。我们从山上下来了啊，这个地方还可以骑马，如果说你想在这骑骑马呢，这块也是可以的啊。现在我们就登上这个大巴车啊，去看天马浴河。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天马浴河的观景点哈，人特别多啊，来的有点晚。现在呢，天马就开始表演了，让我们一起欣赏。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天马呢在河中奔跑呢，跑两个来回哈。就说你可以观赏4次啊，天马在河中奔跑的镜头啊，非常精彩。天马浴河表演完了以后呢，还有马术表演啊，以及当地的这个特色的雕羊啊表演啊，也都非常精彩。这个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晚会啊，我们去看看热不热闹。看车很多，人很多啊。这个地方还停了2个直升机啊，天空1号，应该是真的啊。
位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人是心酸跟人跟压倒人们心连心，人是心酸跟人跟一次团结一家亲，人是心酸跟人跟压倒人们心连心，人是心酸跟人跟一次团结一家亲，民族一家人人族个大家庭，兄弟姐妹把牙心真心相待手足亲。天马节呢，当地人还准备了很多这个免费的食品，可以免费的品尝啊。西瓜，西瓜，来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吃吗？哦，好，谢谢。免费的，吃饭也可以啊，这都是免费的啊。好了，谢谢你们的，谢谢你。我们特产也可以过来看一下。啊，谢谢你们的招待啊，确实不错。他们再给明年再来啊。啊，好。辛苦你们。